上图，先来感受一下。M 中国网友表示：“恕我直言，咋一看还以为是我国北方的腊八蒜呢？腊八蒜这种神奇的搭配，在一部分美国南方人士眼里，简直就是人间美味。如果没试过在可乐里加花生，那你根本就没有活过。”美国南方网友纷纷现身说法：北卡罗来纳州、加利福尼亚州、普吉尼亚州、佐治亚州。超市里甚至还出现了花生加可乐的组合套餐，还有网友划重点说必须要是玻璃瓶装的可乐，做出来才会更好喝。但这种吃法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能接受的，身为南方人完全不能接受，一直在南方生活但从未见过，显然是一种老式吃法。美国北方人则表示，这个争论的场景似曾相识啊。可口可乐公司官网曾在2013年发文称，尽管没有书面记载，但是第一批把花生加入可乐中的最早可能是在20世纪20年代。美国密西西比大学南方文化中心南方饮食主任约翰 J.O.H.N.T.E.E.D. 记忆，从小在佐治亚州长大，他曾说，任何公路旅行都是由一包咸花生和一瓶可乐推动的。约翰认为该组合很可能是乡村商店的商业产物，这是20世纪南方的快餐原型。有人则认为，该传统起初是为了让一只手得到解放，可以自由的吸烟或继续工作。而当你想要吃点东西撑到晚饭时间，你肯定无法拒绝一瓶装满花生的冰镇可乐。而对于从不放过任何好吃的中国吃货们来说，这个新奇的组合似乎十分值得试一试。